咁乜嘢啊？今日神嘅？诶，喺冬月喎、啊。啊唔系，应该叫冬月老师至啱啊。发生咩事啊？喂，打晒冷震咁嘅？嘿，做咩啫？系咪食错咗嘢咁啊？嗯？喂，哇！呢啲系咩嚟噶？我冇理由噶喎、啊，我点解会咁样对只木马噶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唔系发梦啊嘛？点解会咁样噶？ Hello，、啊、原来鬼冲你，竟然有啲咁样嘅癖好嘅，等我仲咁信你。<笑>我冇做过，喂，你误会咗我啦，你信我啊，信我啦，佢又点会做埋啲咁核突嘅嘢先得噶？等阵啊，冬月，<笑>有冇搞错啊？好啦，等我睇清楚先啊。 呢张相啊，点讲好咧？啊有啦，佢个 pat pat 嗰度有得拉嘅，但系我个 pat pat 度咧系冇啲咁嘅嘢嘅喎，我冇讲大话噶。唔信就话，俾啲证据你哋睇下啦，睇清楚。啊，系咪冇啊？喂喂喂喂喂，嗌你哋睇啊，点啊？系咪啊？好走啊！ 埋嚟睇清楚啦！三年级D班整蛊班主任嘅行动，今日终于都开始啦！摆明系冇啊嘛，我真系冇骑过只咁嘅嘢啊！呢件事系真噶，我冇骑过啊，我最多平时走去睇下啲真人 show 嘅啫嘛！啊，冇理由骑过呢啲咁嘅嘢咩？呢啲系乜？呢啲事后都可以公开嘅咩？ 冇啊！我冇做过啊！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话过绝对唔会玩啲咁嘅变态游戏噶，我冇啊！诶，有乜所谓啊？唔同嘅人，梗系有唔同嘅兴趣噶啦嘛！我都话咗唔系咯。唔通你系？唔通你系喺啲无意识嘅状态底下做出啲咁嘅事嘅？啊！你话咩话？乜有啲咁嘅事嘅咩？ 啊！可能呢份工嘅压力太大啦，系咪啊？做咩啊？鬼冲老师啊！你冇乜嘢啊嘛吓？冇意识状态啊！真系有啲咁嘅事。唉，鬼冲老师啊！连教务主任都系咁。你唔算好啊！我竟然系不知不觉间做埋啲咁嘅嘢。 鬼冲老师啊，其实呢啲嘢咧系咁嘅。鬼冲，你呢个衰人啊！
你快啲搬翻架塞车俾佢啊！净系魔鬼嚟噶，有钱你话当冇钱啊！我架塞车好贵啊，赔翻俾我，赔翻俾我啊！做咩啊？唔出声，喺度扮噶，你负责傻扮冇啊！再唔出声，我就碾死你！我真系碾死你噶！出声啊！做咩啊？啊！仲唔讲？你有钱你啊！你一定要赔翻俾我！乜？你仲拉住我唔走啊？怪错，你冇走啊！我要送你上西天。頭先真係醜死鬼啊！你哋都唔知佢幾驚青啊！今次做得好好啊，好成功啊！係啊，谷地簡直係天才嚟嘅，直情係專業級數啊！喂，有冇諗過喺呢行發展啊？正一蠢才啊！呢個世界嘅嘢又點會咁簡單先得㗎？再係咁落去，睇怕一個月之後佢就頂唔住㗎啦。不過佢又幾好玩㗎喎！搞到佢好似華園嗰陣時咁啦，做咗冇耐就俾人炒啦。是就快啲啦！我都好想學校知道，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啲咩班主任啊。至於嗰啲教書佬，由佢哋自殺死咗佢咪算啦。喂，嚟緊啦！嚟緊啦！鬼虫啊！我想同你倾下一啲有关现代教育嘅问题，但喺倾之前，我哋嚟一次赤裸裸嘅约会先啦。啊！佢做乜嘢啊？唔通佢癫咗啊？我死都唔肯做埋啲咁嘅嘢噶啦！我唔会出卖我嘅处子之身噶！冇埋你啊！佢净系蠢材嚟噶，咁认真都有嘅，真系估唔到佢嘅幻想力咁丰富噶喎！冇可能噶，绝对冇可能噶！唔好讲话 SM 啊，我同教务主任有边有咁好感情啊？等阵先。等阵先啦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鬼重英吉，22岁，最紧要嘅系，最紧要嘅系，冇错啦。咩事都可以唔理，但系一定要同冬月解释清楚先得噶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俾佢知道我系清白嘅。唔该，俾盒鲜奶我。好啊。你做乜嘢啊？点解今日好似冇离实气咁嘅？理事长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谂紧嘢啫嘛。是不是跟鬼虫老师的相的事有关的呢？蛤、啊、是不是因为介意自己在那么多学生面前打了他一巴？乜理事长你都看到吗？其实我打他那一巴都很合理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丑。是啊，好像鬼虫老师这样的人可能真的会做这样的事的。不过你的招数出得太多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出奇。蛤、啊、等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其实很简单的。是我去三年级 D 班上堂嗰阵喺垃圾桶度执到噶，万一呢张相传咗出去，咁就麻烦噶啦。算数啦，教务主任呢啲手法啊，嗰班学生成日都用噶啦，咁样做啊，一啲都唔出奇啊。唔该，你俾我一个人静下。吓、啊？我系话，俾我一个人静下。点解会咁样？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啊？咁跟住点啊？你问我跟住点啊？跟住咧？早晨，仲早晨？咁晏先至起身啊？唔使帮我哋执台嘅咩？真系啊，系我下一次啊，一定可以攞到高过80分噶。咁到时你就俾我去轻井泽度玩啦，仲要过一晚夜添噶噃。我行咗好耐噶啦，好唔好啊？由几时开始变成咁噶？我辛苦了成30年供楼，组织了这个家15年，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感觉不到老婆的温柔，个女又嫌我烦。原来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将份人工由这里转出去第二度。不过我还有个希望，是一架属于我的车，只要有一架，哇，好像电视广告里面白雪雪那样的靓车，
就可以将我温柔的太太、可爱的女和以前一切的嘢全部都带回来。只不过只是一日，只是一日就变成了嚿废铁。之后竟然没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。不单止这样，在学校里面还被人贴了这么多收家的相。究竟我的人生是几时开始变成这样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自从他来了之后就没好事发生过。他是个魔鬼来的，一定要尽快令他消失才行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赶他出这间学校啊。激死我，激死我，真的激死我，我就来被你激到暴官啦。鬼虫，你看着来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踢你走，有咁远踢咁远。不过你的招数出得太多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出奇。哎呀，啊，你可不可以听我讲些嘢？只是阻你少少时间。鬼冲老师是不会来的，真的不会来的。你看看我这个纯洁无瑕的样子，市民好像天使一样的我，又怎会玩这么变态的游戏才行？你穿成这样就是想你跟我讲这些东西？这样不好看啊。是青少年合唱团表演嗰阵嘅戏服嚟噶，唔使讲啦，我已经明白晒噶啦。你咁讲法，即系话你信我啦？谂深一层，嗰啲其实系鬼冲老师一啲好私人嘅兴趣嚟啫，我又边有资格批评你啊？你知唔知你咁讲会搞到我心烦意乱噶？咩心烦意乱啊？就因为我都有所为证咯。叫人哋点信你？我先走先啦。冬月啊，喂，冬月。鬼冢老师啊，正经系白痴嚟嘅。系时候啦。系下一张作品面世嘅时候啦。快啲整出嚟睇下！哎呀，唔使心急啊！鬼冢，你呢个衰人咧，今次有好戏睇咧？乜咁耐噶，谷地？咪嘈啦！哇，好犀利啊！哇，几下手势就搞掂噶喎！假噶喎，真系好似啊！一定要找到证据证明他不适合做老师才行的。我一定要找到证据，到时你就黄河水都洗不清。哇，你没事吧？半夜三更用学校的清洁工做六角，太过分了。仲攞埋学校嘅柠檬香碱嚟洗屁屁，更过分啊！真系离晒大谱啊！你冇钱买番碱噶？点算呢？点知可以令到冬月唔好再误会我呢？真系谂到头都爆！哎呀，个心好唔舒服啊！哎呀，俾啲冻水感淋翻，好易伤风喎，都系翻翻入去先。沙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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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唉，诶，唔系，我使乜好似做贼咁匿埋喺呢度啊？你个鬼虫啊！你呢个鬼虫啊！我一定唔会放过你。今次又想搞咩啊？喂，你哋啊，唔好再睇啊，唔好睇啊！哎呀，听住啊，喺我未批之前，你哋全部都唔准睇啊！阿冬月老师，你话我喺时钟酒店度走出嚟。
啊，点会咁噶？诶，呢个女仔系边个嚟噶？喂，我未见过佢噶噃，我真系唔识佢噶，佢系乜水我唔知道。啊，喂，冬月啊，我唔识。你想呃我？太过分啦！打得好。佢呢次仲唔玩完？佢头先个样几失落啊！咁咪因为佢对新嚟嗰个女教师有意思啫，所以咪搞成咁样啦，真系抵佢死啊！今次我哋唔使嘥咁多心机都搞得掂噶啦，佢实炒梗嘅。唔得，为咗稳阵起见，我哋都系同佢玩多铺先啊！睇你个样都几心狠手辣噶喎！今次大劑啦！你等我縮埋啲先，為咗揭開佢醜陋嘅真面目，一定要影得全面啲。果然係咁喎，手腳都做得幾好啊！係啦，冬月老師，你有冇睇過啊？啊，冇啊！係啦，我喺度研究緊一張用嚟整蠱老師嘅相啊！唔好意思啊，呢啲咁嘅相我根本就冇兴趣。我唔系讲嗰啲相，真系整得好好啊，仲要好细心至睇得出系经由电脑做手脚嘅。哦，你话呢一张相系假嘅？乜你唔知咩？之前二年 D 班嘅学生好兴我呢一招噶嘛？嗱，你细心睇清楚啲啊，头同埋身嘅接合位解像度有啲分别噶。吓，原来系咁。啊，系冬月老师应该系唔知道以前华元老师嘅事噶。魔鬼，你真系魔鬼！魔鬼，激死！唔通我真系有双重性格，连自己都唔知道？喺无意识状态之下玩木马，仲要同个三唔识七嘅女人搞搞震？定呢个话系我嘅灵魂出咗窍啦！虽然你的身体是透明，不过还是好壮。梗系啦，好啦，我哋就冲破界限，同透明人亲近下啦 ，baby。唔系啩？而家唔系谂埋啲咁嘅嘢嘅时候嚟啦。老师，你唔系咩灵魂出窍啊？系吉川老师，你唔系咩双重性格，亦都唔系灵魂出窍啊！其实嗰啲相完全系有人用电脑做出嚟噶。你话咩话？系真唔系啊？系啊，系移花接木啊！啲杂志成日都系咁样做噶啦。系电脑相？系啊，我知道系边个做嘅。其实整嗰啲相嘅人就系我哋班嘅。啊！得啦，吉川。鬼冢老师，鬼啊！吉川啊，算啦，你唔好再讲落去啦。啊？是你的同班同学的嘛，无论是哪个都好，告发同班同学的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啊，老师要报复就等我自己来吧，你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了，明白没有？我冬月啊，乜你来了的？是啊，鬼冢老师啊，真是好对唔住啊！我竟然唔相信你，仲打咗你一巴添，都系我唔啱，真系好对唔住啊 ！Happy， 算啦，你明白咁就得噶啦。真嘅，系咁就好啦。不过你千祈唔好怪我啊！
不如咁啊，今晚我请你食饭当系赔罪啊。吓，系咪真噶？系啊，唔知你想唔想面呢？啊！嗱，佢你仲笑得落嘅？哦，系啦，我仲有啲湿碎嘢要做噶，出去一阵间先啊。等我仲怀疑自己系灵魂出窍添，呢件事我一定会报复嘅。鬼冲老师，今次一定玩完啦，俾人踢出学校先奇啊！谷地啲电脑相真系越嚟越出神入化，唔好嘈好唔好？我会分心噶。如果将呢啲嘢摆上教员室嘅电脑网嗰度，佢仲唔玩完？有咩睇啊？喂，可唔可以出埋我玩啫？系鬼虫？你喺边度捐出嚟噶？你系曱甴嚟噶嘛？谷地，可唔可以倾下？借你嚟洗下先。喂，你想点样啊？想点？报复咯，唔得啊！如果边个跟住嚟嘅，我就杀边个。你想点啊？想赶我出校啊？定系想用暴力嚟到解决啊？如果你想咁做嘅话，咁就唔使执意留翻喺学校啊！谷地，我想你帮下我啊！啊咩话？咦？可唔可以用呢啲相帮我整翻本私人珍藏啊？即系移翻节目嗰啲咧，你咪好拿手嘅。吓、啊！你一定要快啲谂个办法先得啊！真系好啦，鬼宠佢果然唔系啲咁样嘅人嚟噶。仲有啊，呢张相咧要用呢个头噃，嗱呢张咧就要用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头咧就一定要用呢个 pose 啊，好唔好啊？唔使惊嘅，我唔会要你白做噶嘛，嗱。就俾你一千英咁多啦，做咩唔够啊？咁啊，二千英好未啊？咁啊，大出血啦，三千英啦。嗱，送多一饼咸蟹俾你啊，好唔好？好啦，系咁就拜托晒你啦，谷地，我对你嘅期望好高噶，三日啦，最多啊，俾够一个星期你啦，拜托晒。佢真系一啲都唔简单。那么高兴上鬼冢的课干什么？我虽然说了不跟他们起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承认鬼冢。他的那根还真小哎！如果下次你还敢站在鬼冢那边，我就会把照片公布出去的。
谁啊？你对你学生做这种事，不怕到时候吃不完兜着走吗？坏蛋是没有分什么男跟女的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